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要吃一份超级豪华的。先拌一拌。这里面我放了鸭肠、鸭胗，还有卤牛肉。太爽了。太棒了！来了个电话，这个是你们争议最多的白菜心到底能不能生吃呢？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生吃，但是我从小就吃，没吃坏，反正是因为菜心它是甜兮兮的嘛，而且还脆盈盈的，就很好吃。太热了，就把空调开了，有嗡嗡的声音。鸭肠。我给你们推荐一部电视剧，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沦陷于一部电视剧了，叫《我们不能是朋友》，爱奇艺有，是一部台剧，刘以豪和郭雪芙演的。看过的举起你们的双手，好不好看？完了吧，怕有噪音。
刘德华和古天乐演的那个《扫毒二》，太帅了，刘德华超级帅，古天乐也很帅啦。这个不是那个桃子味的，之前有人说桃子味，这个是西柚味的。我妈喝这个说有股塑料味，我觉得还好啊，挺好喝的。就这个天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，我就不会出门了。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有市场，就买一些啃的东西啊。哪是水果，然后周六周日可以在家宅两天。牛肉带筋的腱子肉，我要说说我吧唧嘴的问题。你知道就是人在吧唧嘴的时候，就我在录吃播之前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吧唧嘴了。但我以前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小姑娘吧唧嘴其实不太好，以后也会有意识的注意一下。没有内存。那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给我点赞关注吧，谢谢，拜拜。